现在是8:48。那么昨天赶了700公里，然后在车上睡了一晚。哎呀，这一晚真的是，等我们往那边赶去试一试，看到底能不能进。兄弟们，我们在有关部门的带领下，已经成功进入了独库公路的入口。这个独山子大峡谷就在我们跟前，所有独库公路的景色，我们将一个都不落下，一起去看一看这神奇的公路。在进入之前，我们会把所有的车辆再进行一次检查。过来跑独库公路的兄弟们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车辆情况，千万不要在山路勉强行驶。我要在这拉泡屎，你站着要拍我拉屎啊？哇！让我的一部分回归自然。哎，哥们儿，让一让，对对对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在这睡多不舒服。他不愿意走，我们从边上绕一下吧。哎，哦，哈哈哈。你差点干坏了一个金条大灯，你知道吗，兄弟？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在画面中感受得到，这个山壁太立体了，包括远方。更关键的是，在这个驿站没有电，老板是用那个煤烧的开水，看到没有？哇！老板放了一块肉进去烧，有没有懂的兄弟啊？为什么要放一块肉放在里面烧啊？不是，这放点木头不更好吗？这太奢侈了。看看我们今天中午的泡面，在等开水，还有火腿吗？泡面配两根火腿，不在这种美丽的风景之下，你吃什么东西都是香的。等一下，播那个胎好像爆了，胎好像爆了，不要把胎爆了，停一下，停一下。